曹佑宁和王静恋情大曝光，两人同游日本约会，还发出许多情侣照，更被拍下在工作空档视讯的甜蜜画面。曹佑宁22日出席活动，现场也挤爆大批媒体。这是真的吗？挺好，挺好。所以现在关系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开始多久？最初刚开始就啊，谢谢您们的关心，也谢谢大家最近的关心啊。就是对啊，就是还是在都很直接啊。这是谁先追谁的啊？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，没有特别说谁追谁啊，就是哎，还比较那么包的。哎，今天也有新闻爆出说王静可能有想要结婚的念头。哦，这个东西我早上就对，可是我们都是早上才知道说有这个标题下，对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吵。会闪婚吗？会有闪婚的那个？会不会突然闪婚？对啊。我们排除了，不会一个小时之后跟我们说已经结婚了。不要吧。我们开始打扫给大家。对，一个小时后。有好消息。又是。告诉大家，谢谢。有好消息会跟我们说吗？我们让小曹再休息一下。会吧。会。会吗？会。为什么会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告诉大家。因为很紧张。哈哈。睡不好，没事。